朋友啊，你敢知影我这个所在什么所在？这是哦，仁爱乡的梅溪部落，风景水，空气好，规座路拢蝴蝶啊！你看，哦，蝴蝶规大堆啊！啊，不过吼，哼，我这导航来到这怎啊无去啦？啊，到底是要行去对一啊？可能迷路还是款啊？啊，是，哎，我刚会偷钱。我是什么人啊？我被虾子小姐来啊！哎，西天大哥，怎么是你啊？这很危险呐、啊！我以为是猪嘞。你是猪啦，我是猪，我是三枪啦。三枪，这样太危险了，我下去跟你讲了哈。哎，哦，哦，一凡啊，哎。哇，你穿的这是恁做的衫哦、喔！不要，我们打猎都要穿这个啦。我要射那个，这边有一个特有种叫真正的猪啊。哦，哎、真正的啊，猪的猪啊，或者真正的猪。它有獠牙，啊，又不像山猪，又不是山猪的品种，但它吃起来像黑猪肉的品种，但又不是黑猪肉，黑猪品种。猪八戒啊？不是猪八戒啦、哦。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猪？对，这个就哎哎。听说你们要找真正的猪哦？哎、欸，你们是同族的？我他是赛德克族，对，我是赛德克族，我是泰鲁格族啊。怎么都是穿这个？我们的色系颜色是红色跟白色，很像很像。听说你们要找真正的猪嘛？哎、欸，嗯，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找真正的猪，那这个给你，我们一起去找。哎呦，来，看一下看一下。那是白崩，就是要用这个去找真正的猪啊。啊，这样讲我真的很好奇，他搞不好要带我们去放陷阱。跟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来。这边呢、啊？哎，要爬山了、哦。这边会有猪吗？对啊，这里有猪啊、哦。那我们现在要找真正的猪，现在要先培养它要吃的东西。哎，这里有一个埋了两天的一个便当盒，那我们先看一下。哦，这已经有了，便当盒埋在土里面。对啊，你怎么埋起来？为什么不放在这边就给人家吃了？吃掉就好了。我们所在培养的是一个土著菌啊。土著菌？什么是土著菌啊？土著菌是原本就生活在我们这个部落周遭的一个最原生的菌种。像这个哦，白白那个就是菌啊。哦。哦啊，那边，这边有一个。这个要买多久？因为还要看天气的状况，嗯，那平均的话差不多要3到4天的时间。很好吃的。当当当当，哦，哇，哎呀呀，上面都有，有一层白白的，对，纯白色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来买下一颗。这个赛德克真正的猪啊，听讲是伫这个梅西部落才有的哦。壁虎伫咧讲要饲猪呢，爱先饲土著菌啊。这白白亲像米仔的菌丝呢，到底要安怎饲猪啊？伊佫讲哦，伫咧待便当盒的时阵呢，爱心存感激，心情爱欢喜，爱佫唱歌，安尼菌哦才饲会好啦。是有影无影啦？也毋过哦，听伊讲这个真正的猪啊，是非常厉害哦。伊不只是哦赛德克的人团结起来，又佫呢替部落带来真大的好处哦。下班嘞。哎、欸，送货来了，送货来了。是，哎、欸，这个，皮肤叫我们送这个过来。接下来要怎么弄？就是要跟那个黑糖加在一起。加一起干嘛？那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土著菌啊，让它扩大，能够让土著菌长大。然后要加黑糖。黑糖为什么要加黑糖？因为黑糖，它的那个食物啊，黑糖又有那个矿物质嘛。多一点，繁殖多一点，然后呢就可以放到我们的那个饲料里面啊、哦、或者是那个什么，我们种果树的时候。哦，是啊，是啊。那这个要放多久啊？要让它大概4-5天的时间。啊，那来了的话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就盖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哦，安内德，哦，它很重要哈。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心情一定要很高兴哦。哎、欸，刚刚比武也有讲，我们在种那个土著菌的时候要、哦，要保持愉悦的心情。我们从山上带下来是一号菌嘛？对。好，
然后跟黑糖加在一起啊，让它扩大的时候，这个是二号菇。然后过几天我们就要加米糠了。哦，在哦，哎，要加米糠，米糠就对了。米糠哦，也是它的那个食物啊。也让那个土著的微生物菌啊，让它扩大。谢谢大哥，我发现这边还有辣椒，够蒜头啊，够这些肉桂啊，这个也是做成菌，对不对？不是，它就是一个补给品。我们养鸡哈，跟猪都不打针嘛，不给疫苗，也不给抗生素啊，啊，你就要让它体质就要很健康，类似吃钙片、吃大米啦，对对对，我们就会萃取那个当归啊、姜跟蒜，当归就可以补气呀，有没有哈？对，补充的营养。那这样跟人一样，跟人一样。艾碧姐在咧讲，除了土著菌以外，其他的亲像姜啦、蒜头啦、辣椒啦、肉桂啦、冬瓜、甘草，这些天然顾健康的中药呢，拢总会当摕来加乌糖，啊来加发酵，变成是饲料的一部分哦。因为看猪仔的生长状况来添加，绝对呢，或者猪仔健康身体用。啊，这款对这的物件来改变体质的方式呢，是农场的创办人亚历斯贝林。也是呢，伊也干部的同学啦，坚持十年，又搁去韩国学习，才研究出来哦。在我这个部落大概200多户呢，80%是做农务农。那务农的人，我看没有什么赚钱，也没有什么积蓄。在部落里的整个农业的环境，就是说，有钱人来投资做农，但是呢，小农呢？本地的小农就是做他的农工，赚一个月赚个所谓的工钱，那大概长期都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呢，一个小农有自己的地，不能自己做农，哦，确实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没有一个品牌出来，然后你的物流方面的资讯不足，这就是我想要。发展就是说在部落里面能够有好的一个外界的资讯跟种植的技术啊，然后能够拿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农业的品牌，然后我们的销路，我们自己打开一个物流的一个市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规划的话，可能小农在部落里面他就有想法说啊，我自己做农，为什么呢？我种的可以自己吃，又是健康又是安全，我也可以卖给别人，我也可以有收入。那我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大概10年前想说打开部落有自己的产业的品牌出来。对赛德克族的小农建立品牌找到通路，就是亚历斯起这间农场的目标。所以他跟艾碧两个翁仔某去日本、韩国四界请教，找到生态农法里面上省成本的、上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对饲当地的土著菌开始，每一步都是取之土地、用之土地，再回归土地。所以讲，无论是种菜或者是饲猪，都无毒又够健康哦。即卖呢，我甲亦凡啊，就来去找壁虎，继续做四号菌哦。因为我们还要加那边两样东西，才能完成我们的四号菌。这两堆是什么？很好奇耶，这个是什么？来猜看看，这个，这就是土不是吗？啊，红土。哎呀，这红土啊。对，这红土。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一般的土啊。对不？对啊。不。啊，哪样呢？朋友啊，猪吃土啦，不是啊，没听过无？我们的猪呢，就是我们四号菌，就是用红土，还有我们原本农地的土壤来去做跟三号去做混合。猪吃这个土有什么营养？因为红土它一般来说它是铁质比较高，所以它是呈现红色的。原土的话，就我们农场自己的土，对，那是因为农场我们自己有，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土地的微生物菌。哇，那不简单，不简单，这样我今天又加学一项啊。那我们要怎么做？0.5:0.5，然后1:1，就这样的比例去混合。哦，把它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好了啦。对，然后再加刚刚我们那个汉方液啊。对。掉掉呀。قالت وذاق فهان وسنا ما بما شن لاي لاي
得归那巴嘎苏一路，是的不能阿能苏路，我的马巴比闹咕咕咕咕，我的斯巴库那巴那达。Я сак хуайт мага. 对啊啊啊！啊，你是拢无神经呀？啊呐！啊，你看大家伫，阮两个伫遐做甲遐尔忝，啊，你只唱山歌，啊，就安尼对。啊，原住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最主要是因为我听不懂，我不懂，我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听了只有感觉，啊，我大呀，因为我话你是不是太，是不是他爸咕咕啊咕啊咕啊那话呢？这首歌的意思是在讲一个老太婆啊，她去山上呢，去摘那个采收小米，在采收完之后呢，在路途上呢，跌倒了，然后那个竹篓太重了，她一下子采收太多，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就像山上打猎的时候，不能一次把猎物打光，对，要刚刚好就好了。好了，哎，较认真啦。好，来，我咧纳凉，安尼可以了哈。还没有呢。哈？唔，安尼，再即摆来去看猪啊。这只是我们的集中营养，我们还有后面的韭菜一汤。安尼，咱即拢加做个啦。伊干那要食韭菜、韭菜啊，甲一个汤安尼啊，咱得去做这个干嘛？就准备韭菜。不是啦，是我们还有很多样材料，还要去做混合，才会变成我们的猪饲料。有影无影？真的。哦，啊，猪啊，食个韭菜一汤，食遐好，比我们人吃的还好。哇哇哇哇，这个都是哦，韭菜都在这边呢、啊。对，全部都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我们埔里。摘上来的一些茭白笋啊，这个埔里拿的香菇木屑，哦，这个也是吗？这是四号。哎，那个是什么？这个很特别，可以拿出来闻一下。甘蔗，是发酵的竹子啊，不是甘蔗哦，对，不是，是竹子，有味道，很香哎，发酵过的竹香的味道。还有饼干哦，对，这是吐司边。哦，对，哦，早餐店不要的那种吐司边，还有这个刚刚那，哦，对，这是豆沙麦麸，很厉害，麦麸，这个是米糠，这是米糠的，米糠，哎，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的玉米、韭菜啊，一汤呢，一汤在哪里？一汤汤在这边，就水啊，是什么？这是海水，南投没有海啊，花一点时间。翻越中央山脉到花莲去取海水，为什么一定要海水？对啊，就是最富有地球的矿物质，然后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个液体，那我们就是拿它来做我们的饲料。那猪也需要吃钠嘛，因为它有咸咸的。我们在养殖这一块，很多东西都是利用那个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我们在做利用，垃圾变黄金。你所使用的资材要自己去制作，但是呢，不外乎就是要借重在地的微生物的发展，整个活化在我们的资材上面。那这样的一个资材呢，就是会减少很多的成本，我们就不在外面买一些所谓的有机资材啦、肥料啦、生长激素之类的东西都不需要。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到，就是整个地的力量啊，是超乎所有这个外界所提供的这个资产。它本身地的一个涵养的一个地力呢，会提供这个植物、动物呢更有能量的一个发展。有影厉害哦，将废弃物哦提来重新利用，就是啊农业的循环经济啦。嘛是呢，亚利斯这套生态农法上基本的精神，而且呢，农场内面啊，各有共耕共学，小农民会当来这学要安怎种菜，要安怎做肥料，学好了后呢，会当回去家己种，种好的物件，搁摕来农场卖啦。即摆啊，已经有20几户的小农加入这个行列哦。好啦，即摆就来去看赛德克族真正的猪哦。真正的猪啦，这个真，啊，这个怎么叫真正的猪啊？这个跟一般的猪都一样啊。赛德克族语
真正的是叫芭蕾。芭蕾、啊、对，那我们叫我们给它取名叫芭蕾猪，就是真正的猪。哦，取自赛德克的那个猪语。哦、对对，真正叫芭蕾，啊、哦，猪叫芭蕾。那、啊、这个跟我们原本的猪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对啊，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品种，我们特别用山猪跟我们黑猪去做配种。你看，你看它的嘴巴真的比较长哎，比较长，对，比较长。啊，比较长就是山猪的，对，山猪的基因，啊，长大以后那个牙会有獠牙，对，长大会有獠牙。哦，礼拜呢，这真正的猪哦，真的，我觉得它在这里很幸福。对，真的，你看，一进来我们在外面都没有闻到那个臭味，地上也没有什么，那个猪屎都是在那边，都在同对，都会聚集在那边，它不会再散落在各地一样。对，它的天性的话，就是它上厕所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咦，所以它也很爱干净哦。对，它很爱干净。然后没有味道的话，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温床，对，它我们也里面也有养我们的微生物菌，辅助微生物菌，所以它可以及时的在上面。就它大便尿尿的时候，可以及时在上面去做分解发酵，而就不会有味道。可是这边也很凉爽，很凉爽哦。这是跟这个设计有关系？对，跟我们的建筑设计也有关系，因为它也有一点在模仿那种烟囱效应，就是左右两边会有冷空气进来，热空气在上面堆积之后，它会自然从上面的排气口排出去，所以冷空气会一直循环进来。一个对流的概念，对，一个是对流的概念。简单的，不简单的，真的，我看你那么年轻嘛，那你怎么会想说回来跟他们一起做？我也是刚好就是当兵退伍，然后还在想说要找哪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伯父就一通电话给我，那就问我说想有没有机会想回来部落。那我伯父来斯贝林就是想要他用一个比较新的模式来带动整个部落的一个动力，然后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后续可能又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会慢慢回到部落。梅西部落，这个是赛德克族的部落，大概200多户，大概1000人左右。那1000人左右里头呢，也有小民宿，他也有做风味餐的，然后呢，也有喜欢爬山打猎的。那我们想把建构这个部落变成一个5星级的饭店一样，你有一个窗口，你到部落来，我们就问你说，你要住在这里吗？我们有民宿嘛。你要吃我们最好的菜啊，我们有风味餐，哦，我们有部落厨房，啊，你要学打猎吗？哎，我们这边年轻人教你射箭。现在的话，我自己有开一间公司是关餐饮的，就是烘焙的。我们其实是希望年轻人能回部落创业，那让其实我们部落的一些像生态啦、文化啦、产业，其实不输别的社区。那是希望我们年轻人带动部落，然后能在地创造就业机会这样子。对，不用赚很多，但是可以够用就好。然后看到部落一些年轻人、妇女。几乎都不太会织布，哦，都是织一些像地基的。绕线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就会去想说把这些传统美、传统的织布来教大家。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部落，所以我们要为部落贡献一点，要爱自己的部落。透过着瓦利斯阿加赛德克族一挂少年人的努力。即卖是愈来愈侪人留伫个部落，共同来为遮拍拼，而且来遮食物件，阁有一个真特殊的仪式哦，一定爱先告知主人，安尼才会用的哦。这边的猪肉吼，要吃真正的原味，所以说我们要先帮你做第二次的烘烤。哇，好香哦，很香，香味都跑出来。我们这个就是一楼的黑鬼，
啊，这个是什么鬼？米露，米露，黑鬼，就是糯米饭。啊，糯米饭，糯米饭。是高八嘎，要用手。你讲爱用用手啊？高八嘎。哦，好 Q 哦，好香哦，哇！来，这个叫什么 ？M 啊，这个叫什么 ？M 是香蕉小米刀，这个就是这个香蕉跟小米的做一个那个的，然后拿来蒸，它是我们最传统的点心。甜甜的耶。哇，这是小米的铺子，是，然后自己做的一个点心，对。这一套的套餐我取名叫莫忘初衷，对，因为在这套上面全部都是最原本的味道，还有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从我们生菜共生的这个概念种出来的菜，自然的形成一个友善的状态这样。然后我们中间的饭跟巴莱猪呢，饭就是我们妈妈传给我的，然后巴莱猪就是我外婆传给我的小米腌肉。现在很多人在讲创新创意，可是最后创到后面就是味道就不见了，失去那个原味。啊，那你们怎么会大家都聚在一起？而且我看嘛，你看这个餐厅又不像餐厅，因为这个是一个部落厨房的概念，我们的客人可以到产地去采菜，对，然后去了解整个土地的。他的他们肥料怎么做啊，然后怎么去生长，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去学习我们的传统的料理。我返乡回来了四年了，我四年前回来之后，其实我第一个就是想要改变人家对我们原乡部落的料理。以前到原乡就是大鱼大肉，然后铜盘，可是其实老一辈都一直在交代，都有教过我们，我们要懂得分享共享，但是绝对不能忘记不要浪费，知足就是生活的根本，人要懂得知足。所以回来这四年，我除了改变这些料理之外，我也希望把我们真正赛德克的传统料理能够推出去。然后再来，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台湾的料理中，只要是做原乡料理，是我们原住民亲手去做，而不是由外面的组织来代表我们做他们的原乡料理。这个想法还是要把故乡的一些味道留住，这个是最主要的。伫梅西部落。我看到的是一群认真又搁可爱的赛德克巴莱，用家己的热情来爱家己的故乡，对培养土著菌，看到保护原生土地万物才会生生不息的道理。对色香味俱全的赛德克美食，看到少年人呢有创意的想法，肯改变的决心，嘛看到将家己文化代代相传的共同信仰，老一辈的智慧，搁加上少年人的勇气。相信没多久啊，属于赛德克族真正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啦。有一块土地，一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有一群人。一群满心朴实的人，用着台湾人不惊艰苦的精神，拼出每一人头壳顶的一片天。不管岁月有多久，无论身躯在何方，咱的身边永远拢有草地，永远。